哦，我的天哪！今天晚上9点有派对吗？现在在做什么呢？9点，我连礼服都没有。那样的话，现在已经晚了，我们先走吧。走了，快点走吧。我一直走。我也想去派对。想要去派对吗？想要去派对的话，用一下魔法裁缝机吧。把裁缝机只有一个，这个的话，想想用这种破衣服也能去派对。给你看一下哦。操！不难的，很简单，简单。大家朋友们完成了，派对服就完成了，赶快打电话吧，打电话。大人要出来啦！我也能去派对了。这一辆要坐得去的马车吧，呀哩哩呀！真的变成灰姑娘要去派对了吗？是的，真的太好了。那宝蓝，下次再见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小宝宇。Are you sleeping? Are you sleeping, Brother John? Brother John. 叮铃叮铃，手让开。叮铃叮铃，自行车要过去了。宝蓝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宝蓝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宝蓝在哪儿呢？哦，宝蓝在这儿呢，在睡觉呢。在做什么呢？蓝色，这是黄色，这是红色，这是绿色，比宝蓝
起床了。米宝宝起来了。好烦啊。睡好了。哦，起来了。出来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有个好想法。哇，好棒！完成！哇，好棒啊！走吧，跑起来！哦，宝蓝啊！哎呀！哇！宝蓝好棒啊！耶！哇！哇！帅气吧！宝蓝一起过马云奇。好啊，快来！冲！快上，快上！个子怎么这么高？啊、哇！宝蓝今天用积木做的摩托车真好啊，超级好呢，可帅气了，跑起来！